广场的中间是比较古老的一个亭子，那个没有贩卖东西的 market。我在 out market 去。这有整群的小朋友，整天出来旅游啊。这马里亚教会钟一直敲不停啊！现在是12:30，大概要做礼拜了。今天是礼拜三，刚刚是从那个地方来的，这个巷口过来的。卖鞋的店，他在外面摆的这个鞋子。宣传对签名的音乐是200公尺，库特伊斯特的音乐150公尺。是卖面包的。这间是圣尼古拉基尔克。等一下，现在马上就进去看一下。这其实好像看起来。那个这个 Art Market 广场正在修整，很可惜整个景观都变了。这是刚才我吃中餐的地方，其实房子还是蛮漂亮的，只是这个广场就失色了。这个应该是 Lot House 的后面，紧接着是教堂。今天晚上有音乐会，对我来说，如果不是姐姐住的地方，我完全不想出来。真的蛮漂亮的。13世纪就建的教堂。进去了，进口不在这里，那是Out Market。难不成刚才那的修理不是Out Market？从这里走走看。这里才是Out Market。可能啊，对的，那个广场就不一样。有很美的建筑。啊，出了，哦，拍回一次。就刚才的地图看起来都差不多。这个马里亚基耶克，就是拉夫豪斯，尼古拉基耶克，那个是雅科夫。就看起来还是蛮深夜的颜色，很清楚。那个不晓得是什么。餐厅的那漆的这么漂亮，很漂亮。外面就是 Rock House， 虽然看起来这个没有很华丽，但是古色古香。那隔壁就是 Nicolas Pierre， 我等一下要进去。刚
刚刚已经拍了一些照片了，照片以后常常会忘记，就拍 video 又忘记拍照片，就有时候就先拍照片。嘉高的画廊，这个每一个都蛮漂亮。Art House 市政府。旁边就是你。Nikolai Kirchner 他的大门，但是他出入口是在左边那边，在 Art Market 那边进去。我刚刚讲错了，那个在修理的并不是 Art Market， 现在前面这个才是，都是大石头平铺起来的。就有点斜下去。对面这间房子最漂亮，主要是博物馆，是罗马教。刚才他有在广播，还是什么？这是 Art House， 它的正面是这样比较漂亮。哦，我要原地拍才行。刚刚那是后面，刚刚拍的以为是前面。从那边走过来，这整排都是这种房子。刚刚拍演出拍，这个 Apotheke 最古老的。但是它是1998年，这五号是应该是古迹啊。是一个餐厅。我第一波干五号是这一间，哦。Wolfram House 就是这一间，解说回去再看。Wolfram House。这是这个城市最古老的房子。现在是餐厅，然后我已经吃饱了。里面是餐厅，这屋顶是红色跟黑色，黑色是木头，梁柱。那个红色也是木头漆，大概看到这样就可以了。早知道来这里吃中餐，进去里面看一下。这个楼梯如果上去，里面也是这么这个样子，算是。再照过去，到塔斯那边。刚才的那个房子就在这边，五号餐厅前面，不很特别。来观赏拍一下，这是 Art House， 这旁边也是有一个。
在里面拍了一下。